主料80粉250克，低筋粉250克，辅料酵母一袋，植物油芝麻20克，葱末椒盐酵母加50克，温水搅拌均匀。80粉低筋粉加入酵母和成面团，面团要成长方形面片，撒油葱末椒盐，卷成长圆卷，切成2公分的面饼，压成薄饼，撒上芝麻，电饼铛凉锅刷油放入面饼，3分钟翻一下，2分钟再翻回，1分钟后出锅装盘完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